哎哈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哈。我是觉得刚刚那个难度实在是太低了哈，所以我就自己加了一些难度。加完之后发现难度还是非常低，对啊，还是没什么难度。对啊，什么倒蛮对啊，全面洗个技能。这边洗个技能啦，那洗完技能之后，然后第二关就是直接也是可以慢慢打了，也不用那么急啦。对的，这边就是也是轻松的带走啦。好，这边就是直接带走，不用跟他玩啦，浪费时间。第三关，其实我第一次哈解说，我觉得实在是很轻松，因为就是真的一直打就好了。第四关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回一下我朋友的讯息，没想到已经来到第四关了。然后这边直接把他轰到残血啊，对，然后这边他其实打一万一啦，你这边你也可以放一只比较高一点血量的魔族。不一定要放那盗版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有放一只犄角也是过的啊，不一定要放盗版，用魔族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来到王冠。王冠就是直接技能开一开，然后转好就好了。然后我这边想一下路径啊。这边做了个叠珠，那个版面基本的七 combo， 就直接通关啦。成功通关。